日前有记者拍到董卿素颜接孩子放学的照片，从照片中看，来接孩子的董卿不同于舞台上的光鲜亮丽，打着伞走在前面的她略显疲惫和憔悴。而此次董卿现身接孩子，也让她孩子的学校全程首次曝光。据悉，上海浦东新区民办惠利幼儿园脱胎于英国名校惠灵顿公学，每年的学费也是高达18万元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